得心进步来练功。所以咱心的力量非常的大，你心的力量哪有够？要来进入到这个修行嘛，比较容易成就，而且是必定成就。伫念佛法门内底有讲，一佛两佛，当来现前必定见佛，这是大势至菩萨道。那心的力量唔够多，伊只有一个国王，为了要印证咱人心的力量到底到什么境界，心的力量到底有偌大，那么就请问着伊文武百官，啥物人我都提出着这种的试验嘛？啊，当初是即个有一个宰相嘛，就甲国王看，国王。啊，你若要试看啥物人的这个心的力量够大吼，啊，你就去找一个这四行官啊，你给简单一个机会，看你用啥物方法给机会，伊若会过关吼，你就知影。我这讲想着，哎，有理嘞，有道理嘞，总去找一个四行官，啊，甲迄个四行官讲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只要若考试会过关，就树立无罪，恢复你的自由心。有听咧讲安尼，就讲讲你讲有影无影，你莫把我骗咧。只要你若办得到，我就恢复你的自由之心。我就问啊，到底是啥物考试？你唔就讲看卖，简单，头壳顶放一块碗，啊只碗，啊碗顶悬安尼油，倒碗碗油，叫伊去安尼踅街路踅一圈倒来，油拢无滴，任何半滴油落来吼，油拢无滴出来吼，安尼你第一恢复自由，看这简单啦、啊。你听起来咁简单，简单。你想国王咁只简单就帮你耍，国王在你个情况是旁个用一挂机关来甲考试嘞，拢好啦。有关着生命关系嘞，我碗坑嘞又倒落。我这个国王呢，一路上来安排人唱歌跳舞啦，安排这个生长较水的这个女将啊，伫个甲引诱啦。哦，啊，就安尼一道安尼安排一挂这奇奇怪怪的活动啊，伊安尼说是连倒来，迄碗底又竟然无半滴滴落来，拢无流落来咧，坏啊！一道来讲，甲问讲，你油拢无滴落来，无啊？安尼是不是会当回复我做了？我会回复你做，但是你先回答我问题，我啥物问题？你拄安尼坐一日倒来，你既然拢无看到，咱这个街仔路顶悬一个活动，你拢无看到吗？你无看到人唱歌跳舞吗？你无看到水族囡仔伫你头前吗？伊甲我讲讲，无啊，拢无看到。为啥物？我定水我头壳顶一块碗，迄个漏落来袂呢？因为迄个人漏落是安怎？啊，就无命呢，所以咧顾命。哇，完全拢无看到任何。诶，活动境界咧加考验，但是迄个活动未因为讲伊无注意，活动无存在哇。活动同款在进行，唱歌跳舞同款在进行，伊咧修行同款在修行，伊同款安尼坐一日倒转来，但是心如如不动，为虾米？因为要了脱尘俗啊。好未啊？咱要念佛，哪有法度用迄种的心境，用在念佛的功夫顶面啊？绝对的解脱，绝对的成就。因为咱的六根啊，太容易攀缘到六尘。哎，目睭常常咧看，你比如讲咱今大家咧上课，听啊足认真，你突然间若一个人咧行过，害一个啊，你家己咧行过，你可能就要注意看师傅直接咧讲经说了，你就要看这个人到底是咧从哪咧。为什么？咱的梦想。咱的烦恼就是无时无刻的浮出来、走出来，在甲你左右过。你定咱也无够，就呀，你一个人行过，是怎啊？足自然的吼，为啥？迄就是梦想。这个梦想的自然的，要肯定过。因此话呢，世尊在这灵岩经内底，请大势至菩萨来教导。不要那来成就这个念佛法门，哎，东舍六根，哎，摄受六根。所以六根门前啊，好修行，但是相对六根门前啊，嘛是重要的因啊。
所以咱咧因地转。六祖坛经嘛曾经介绍过，咱现在咧修行修持这个法门咧，咱咧六七因地转，五八果地转。六七就是咱第六意识，啊第七意识是因地修行咧转变。第五即前，即五识前五识，甲第八识是伫高地自然就会转。你到迄个境界，你自然迄个心境就会转。但是咱第六意识，就是咱的眼内鬼识，先以迄个意意意观对法定所产生的意识，即、這个呢，咱需要伫即用地好好来甲关照好好势，千万莫去害伫即个时阵产生着种种的烦恼。梦想已经少嘛，用这个方法来修持呢，会比较容易修持啊。啊，特别介绍这个两个圆通，啊，这篇这个经文之前，会简单跟咱做这个介绍。为什么要选这部经典来跟大家来讨论这个意义？因为大势至菩萨，伊所讲的教导就是两个来修持的，安怎来两个？咱念佛法门，其中有即个所谓即个实相念佛啊、观相念佛啊、啊持名念佛。大势至菩萨甲咱教导的，就是持名念佛、持名念佛，不教什么，就教一个持名念佛。不要让来持名念佛，持阿弥陀佛的这个信佛来念佛。哦，这就是这个样。好、哦，咱今天来跟做这个介绍。好、哦，好，那咱拢有讲义哈。好，咱来看这个讲义哈，讲义，咱来看这个经文哈。咱这黑板的用这个嘛哈，可以用的哈。好，来，咱先来看这个经文哈，用这经文来底写着大势至法王尊。以及东轮五十二菩萨即将做去顶的佛教以备佛经啊！哦，这个五轮五十二菩萨是咧讲有这个十信啊、十地十会向啊，吼、哦，真正有这个五十地菩萨啊、哦，包括这个顶界哦、妙界哦，当中加起来是五十二位菩萨，当初就是听这个灵岩法会当中的这个大菩萨的。哦，当时呢，啊，拢伫这个世尊啊身边，即种做去顶咧佛经里边佛经啦。所以这《楞严经》内底二十五愿通中，吼、哦，二十五个法门，哦，其中的第二十四个就是咱大势至菩萨啊，咧给拍字嘛，是大势至菩萨，哦，这个大势至菩萨观大愿通。所以二十五个呢，是对二十五个，就是眼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五观。哦，眼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哦，这五根，以及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、六尘，加咱这个眼色、鼻色、色色、身色、意色，哦，等六色，哦，以及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军色七类，包括最后的观世音菩萨逆观圆通，以及咱大势至菩萨涅槃圆通，加起来都二十五个。这二十五个呢，拢总是以无同款的法门来修持。很简单来讲，修涅槃圆通是对一个咱知吧？就是世尊的十大弟子当中一个阿那利尊者，这个天眼修持天眼，因会当讲世尊哪里说法哦，伊拢负责对古的啦。世尊哪里就大刚经，阿那利尊者就开始对古。有一届世尊就看伊讲安尼，就讲啊，你啊，安尼成君啊，这无好啊！啊，变就台讲经，你就负责困，你说真惭愧，感觉家己业障深重。做一届了后呢，就开始安尼，轻轻来忏悔，用功，七日七夜呢，目睭拢无起啊！那因安尼，伊眼观伊个。目睭哦，出来无看到，无看到了，因为伊的用功，世尊去甲安慰、甲鼓励。虽然这个
目睭无看，肉眼无看，但是天眼拍开，伊生活伊各方面也同款无有障碍。所以伊就是第二十五个菩萨当中，伊是其中一个咧介绍眼观圆通的一个。哦，啊，种种这个二十五个拢总有咯，即咱即个灵粮经内底呢，吼，即个样，那各位有兴趣，先来请学灵粮经吼，好好来研究来了解。那么咱今日就是伫这二十五个当中，来为咱介绍这个大势至菩萨两个成就，哦，两个成就，好。所以这二十五个菩萨当中，这个圆通法门，若对世人，就是对咱现在人来讲啊。就对世人来讲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是最为的契机，就是上适合咱进来修行。真侪个，咱净土宗的祖师大德，拢安尼请你甲咱开始念佛法门，会当讲对，即对咱现在的每一个修行者上界大的帮助。那伊咱真来讲要坐禅，嘛是真好个。哇，师啊，哇，迄打禅是偌好嘞呢，偌舒心嘞。但是呢，我发觉着，哪去打禅前，我参加一届、第二届个少。为虾米？真艰苦啊！打好一个会比较会较济，伊会去参加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伊会真有兴趣，嘛真发力。坐禅好嘞，第一。哇！一天到晚就是安尼，盘腿打坐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又搁袂当讲话。你若讲念佛，搁样，哎，若讲安尼，情绪较无稳定，念佛念无较大声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搁不要紧嘞。你坐禅袂当搁话较大声细声，哎，你根本就别人，你精气无同款啦。所以依咱进，对咱来讲，上界契机的这个法门当中来，咱讲净土法门。无论你是上根器、中根器、下根器，任何一位来修持，拢总真好。尤其咱上根器的来修持呢，更加愈容易修持；下根器的人来呢，增加信心，增加咱的信心。所以才讲啊，这二十五个菩萨呢，上适合咱的就是说，因为啊，咱佛法的众生啊，根性比较较钝。为什么钝？不是咱头壳无好，不是咱无够聪明，是咱的习性、梦想太侪，真正足侪。尤其咱这段时间，咱发觉地方，你安静啦吼，刚毕业的，你即那大学生毕业的，伊要找头路，咱比如讲要找头路来讲。伊第一个第一志愿，若讲要选择出家，有几个？无啦，拢迄个无人爱啊，选到无法度啊啦，无得去啊，叔啊，恁只要收留袂，无等等恁去遐出家好，是不是拢爱差不多就这边个？东朝的大神的就是安怎？玄奘大师，包括咱这个去日本度化众生这个鉴真大和尚，拢当然是一代精英嘞。因为第一志愿是啥？出家修行。咱这第一代志愿是安怎？电子新贵，台大医，不是咱桃园佛教联社啦。那就是根据的问题嘛，根性的问题。你众生予伊希望，伊的世间、伊的人生、伊的价值观，就是感觉安尼是上好啊。这个是根据咱。免去讲，哎呀，输啊！你来讲，咱真个进去的人好甲歹，这差别是嘛？那你咱家己来讲啊，我嘛捌拄过一个老菩萨哦，嘿，伫佛寺内底呢修行用功哦，遐讲二三十年啊，拢足够咧讲哇，输啊！你真好报哦，啊，祖先这样好福咯，这样来出家哦，真好哦。有一天哦，伊咧孙，伊逐工拢带伊孙去这个佛寺，伊听阿妈逐工拢咧学老师出家真好，真有福报，伊家己嘛足欢喜。家己就阿妈妈发愿，我好一天大汉，我嘛要来出家。我阿拢无甲阿妈讲哦。伊到有一天十八岁啊，因阿妈有一天在咧学咧书啊，你安真福报哦，你安遮少年就知影要出家哦，
阿查要来学我咯，哇！你这是菩萨再来哦。伊十八岁阿孙，就甲阿妈。